Hello，Hi，好，赶快，赶快就坐，赶快就坐，三十分开演，不要再三十。我都是狗，你出货，因为这样才跟我们生出啊，没有，叫养生来听，单抽出货，哇，你是鬼吗？业障累积中，欧洲之力，业障累积中，脚先收回来，脚先收回来，哎，有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更飞的那种，对，更飞的那种。你来防守，我飞飞，你是非洲人，是非洲地主，拿你的名字在哪里？不是 ID， 不是 ID， 灭宝宝，原来是你，灭宝宝，不是你的，怎么跟上我？在我那边等，可以在那边等。184，我们今天呢，第一场吃大碗跟涅宝，还有子瑜有来。我今天一早还去拿笔记本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笔记本一样是没有要送的，我一早就拿笔记本。然后现场来的人呢，我们会让他抽，因为微秀这一次很佛心，他要给我们特点，这么爽，超爽。然后剩两张，你们抽抽看。你抽，所以跟我跟宝宝一定会有人有，也不一定。剩两张，但是哦，剩两张，这里看起来是全部翻倍。对啊，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报到。我抽了，来，怎么样还知道我抽到？看很明显，我看就知道了。你这个就是保底，特点一张。没有，真的是没有。兑换就一张，真的没有。对，练保底。开始搞。我猜他跟我一样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是吧？来，我看看你抽不到。什么是有黑暗力量？你的左手有黑暗力量，这应该也是保底吧？那就是他抽到了。为什么那个抽到？为什么是黑暗才抽到啊？我哪知道，可能是欧洲的黑暗力量吧。我也不查，我有一个这个啊。你这黑暗力量，对的，我有这个。他这个当然也是有，好不好？不要开玩笑。啊，所以我说这个，他这个加这个。对，好。大家看电影，走。好，走吗？没事，走。那个 ID 抓出来一个一个打。好，刚刚大家都有拿到笔记本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次包场包的比较紧急一点，所以笔记本其实我早上去公司干来的。那这个笔记本呢，假如有拿过的人啊，到时候假如我没有要去 FF 的话，现场就不要拿了，好不好？就让给现场 FF 有要拿的人，那个是限量的。好，那首先先感谢各位，就是能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看这一个 HF3，真的很非常谢谢各位。然后我接下来就要开始关枪了。
先谢谢各位这几年来的支持啦。然后这其实今年2020年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，尤其是疫情等等，就是影响到非常多人。那也祝各位脚在未来呢能够更顺利，尤其是要活得开心，好不好？然后 HF3 是就是 Fate Stay Night Heaven's View 线的最后一个包场，但未来在 FGO 第六章节的时候我也会去包场，应该有上级跟下级，虽然小太高但没有关系，好，到时候也会有包场，到时候只要要支持要看的再来，好不好？然后电影结束以后有人要去咖啡厅的吗？哦，有些人很勉强举起手，我看到捧场哦，可以。那待会去咖啡厅的话呢，就是一样，就是都可以去看，都可以去逛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如果有要去的人的话，只要不要影响到现场的客人，就算没有要去坐位置，也是都是 OK 的哦。那总之今天还是谢谢各位来收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看完 Fate 的 HF3。然后待会在最后结束那个歌唱完的时候啊，大家就私心的请求各位给他鼓个掌，好不好？很勉强，看起来大家配合度很低。那我们先拍个照好不好？然后假如你们有什么，像是刚刚有看到有些人已经去过咖啡厅的，有拍拍完了可以拿出来。我们终于看完这个 HF3 了，其实这一次还蛮意外的，因为这一次包场其实蛮紧急的，我们大概七月多的时候才知道这个8月15日要上，然后问了影音乐的微信的话是说当天首映日就可以给我们，还蛮意外，因为之前包一跟乐的时候都是下一周隔周才有位置，那这一次今天居然是首映的当天就能够包到，那我们也很紧急，就是去我觉得蛮紧急的、啊、就是马上去拿了那个染包纸那一个笔记本送给各位，之后未来在第六章节上半部跟下半部的时候也会包场给我的订阅者，那总之希望大家这个订阅者回馈是拿得开心啊，并且能够过得顺利，因为今年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事情影响到各位了，那总之还是预祝各位真的未来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。好，那有没有要宣传推销什么染帽子的等着帽子吧，这个影片上的时候应该染帽子的等着帽子应该已经出了，可以在下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这期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个订阅或是按个赞，哎 anyway 反正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